左手边放它，能增加主管气场。将印章还是执政放置在左手边，可以增加主管的气场。执政。通常右手盖章，印章通常在右边，这有意思哎。因为风水上左边是龙边呢，对，官印的话放在左边。哦，这样讲好像比较有道理。哎，在内政部上不代表内政部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